260长沙晚报，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三年行动计划即将发布。2015年7月27日6:15，科技之光耀星城 A10 HTTP 冒号双斜线 CSWB.chansha.cn 斜线 resfile 斜线2015/07/27斜线 A10 斜线 AN.PDF 试验平台。今年下半年，该中心将建成全市首个全开放、功能完整的电子产品研发与检测公共技术平台，为全市、全省电子信息产业提供良好的基础。